立党这个基本上呢，大致上都还是会从上面去挑题目来练习。那或者是说呢，其他的相关资料，假设没有在这个里面的话，那我会放在云端白板上面，所以你们大家另外还要记得云端的位置哦。那云端里面其实也有相对应的档案啊，其实你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其实也可以拿来练习哦。那另外的话，答案在这上面，你也可以把它打开来，打开来其实上面也有相关的参考。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哦，其实就是利用什么？利用那个 COMIF 这个函数来做比对。那怎么比对的？其实这个 COMIF 哦，它的最大它的重点就是说呢哈，它会跟你要两个问题，它会得到帮你得到答案。什么样两个问题啊？你会插入函数这边找到那个统计类里面的 COMIF。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哦。这个康义福的相关，当然你不用死背了，因为我是觉得在 Excel 里面的函数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都可以查得到相关说明。那你可以看到啊，它其实需要两个东西，一个叫 range， 那顾名思义的话就是某个范围。那第二个条件就是那个 criteria， 其实这个顾名思义了，就是它就是那个范围里面呢，你要找什么样的资料，应该说什么样的资料或者什么样的条件，如果有吻合的话，那他就会告诉你说有几个，所以count的话是算几个，也就是说呢哈，去算如果这个范围有这个东西的话，有几个就count哦，count就算数量数目哦，而且底下有一些说明哦，那这个函数的主要的用途哦，它也会说明了计算一个范围内。符合指定条件，所以其实这个 criteria 就条件， range 就是什么，就是范围。所以以后的话啦，我是建议你在学习函数的时候呢，不需要特别去死背，但是呢我觉得你还是至少要知道说怎么看懂这个函数它到底能够帮助你做什么。那如果你懂这个函数的话，那其实基本上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所以一样嘛，所以插入函数里面找到统计里面呢 ，C 开头的叫康义符所以找到这个东西按确定，那确定之后就给他两个他要的条件按确定，那所以呢再来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问题就是 range 啊 ，range 在哪里那这 range 就是黑名单，所以呢切到黑名单，那你会发现如果我从这边切到黑名单之后它会多一个叫黑名单惊叹号，这个指的是这个资料表的名称啊，惊叹号是后面。的范围，那范围在哪里？范围就是这里，从 A2 有没有一直选到下面？当然呢，以前你可能的做法是这样的先选 A2 有没有，然后一直往下选，但是会有个问题你会发现如果你一直往下选，它总共20000多，那你要多久才会到呢？现在才400、600、700、800，哇，可能弄到我们可能到下课它还没到20000多。而且即便到的话可能又过头了，所以特别注意你千万不要这样再用那个这个 Excel 选取范围那可是你想说老师那我该怎么选这个范围跟各位讲如果假如说你的那个范围很多的话你可能要学一招有没有，先选 A2 再来的话呢不要往下选，记得有以前有教过一个快速键叫做 Ctrl Shift 加向下，那 Ctrl 向下是指的是移到最下方， Shift 是指的是选取它吧，所以Ctrl Shift 向下这样的话就选完了 OK 不过这好像多了一个黑名单惊叹号，这个可能把它删掉它最后公式就长这样这个工作表的这个范围，那或者是说了你除了说用选的之外另外还有一招用打的，可不可以？可以啊，你 A2 冒号，然后自己就打什么 A 的这个最下面这个列号有没有？22223打上去，可不可以？可以啊，好，那可是我跟各位讲，这个实在是也非常麻烦，因为跨工作表的大范围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状况了，我是建议你可以用另外一招，叫做什么？定义名称。所以前面好像热透彩好像是不是有定义过名称另外有一招，因为像这样的方式你会发现很麻烦，它要切来切去，而且很容易做错，所以另外一个方法先取消一下，
我们可以先怎么把这个黑名单哈、哦，先定义好一个名称，这个范围哦，有没有？所以我先把这个名称哈、哦，先 Ctrl C 好了，然后再跟他讲说哈、哦，哎，这个范围从 A2 一直到最下面 ，Ctrl Shift 向下，所以还是用 Ctrl Shift 向下，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跟他讲说，哦，你这个范围帮我取一个名称，就叫做黑名单，所以把这个黑名单的名称哈、哦，填到哪里呢？填到这个叫名称方块里面，那以后呢，这个范围就叫这个名称了。哦，那以后如果我们在公式里面只要配合 F3 啊，哦，它就会调用这个清单，那就不用选了。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应该会比较 OK 一点点。哦，好，黑名单，那我们来再一次哦，这边的话插入函数，然后找到那个刚刚的统计类里面的 conif。那 range 部分的话就不用选了，就直接按什么？按 F3， 黑名单就出来了。那这样的方法跟刚刚结果一样了，不过我是比较推荐用这个方法，尤其是你那个以后哈、哦，哎，范围很多，在别的工作表里面，那你每个都要这样选，其实很麻烦。你倒不如按一个 F3， 它清单就出来，你就选到底你要哪一个范围，哎，这样不就 OK 了？哦，所以这种做法的话蛮推荐啊。criteria 就那你要找什么啊、哦？找这个，这个在这里面有没有出现？有的话呢，那就会是一以上哦，有没有？所以哦，这个有没有在这个里面出现过？所以它的 conif 是说哈、哦，帮你去这个到这个范围里面去找找看，到底出现几个哦，所以有可能会大于一哦。也可能是没有就零、哦、所以呢基本上的话我们按确定之后、哦、你会发现他就帮你查啊、哦、有那就是一没有就是零，那底下那你想说老师那我要不要全部一个其他查不用了，你就这边空点吧向下填满或者快点两下，这样的话、哦、全部查完了，有没有发现哎、欸、这个是有的是一，那这个是没有的就是零，那也就是说啦齁，像如果假设齁你用刚刚我前面讲的你用什么用那个Ctrl 这边切过来的 Ctrl F 是寻找，如果你用这样寻找的话啦，哇你要寻找1000次，那如果说假设你用 conif 的话只要做一次，那时间效率差多少，对不对齁，哎有人可能就做完了马上就在那边纳凉跟同事聊天泡个咖啡，对不对、哦、OK 事情就搞定了，但是有的人为什么很忙碌加班到最后、哦、可能到下班时间他还在努力还是做不完、哦、其实我觉得啊，很多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哦、真的是不太会用这个工具啊。坦白讲这个企业里面太多这种员工了，就是说、哦、他对Excel不熟，他就只能用土法炼钢，那这些人其实多半是上了年纪了、哦、比如说呢、哦、可能他在以前学校的时候没有学到这个东西，那你们现在比较幸运啊，因为你们现在是学校已经教你们这些东西了，所以你们出社会之后你这个应该至少基本的能力了，但是你父母亲那一辈的人、哦、其实说真的对这完全不熟悉，所以为什么我要特别就是、哦、跟大家讲说、哎、如果你父母亲在有在、哦、上班的会用到资料处理的话、哎、其实你是可以跟他再讨论一下，甚至你可以帮他一下啦，一起学习我觉得还蛮好的，对不对、哦、而且他反而比你更需要，为什么？因为他是立即要把事情做完的，那其实这个差别在哪里啦？其实主要就是差时间效率，他可能每天要加班的到他可能就是慢慢越来越不需要加，因为我这个实际案例太多了，我看到没有学习的人就是很忙碌，那学习完毕的人哇真的是轻松的不得了，每天就是真的多出好多时间哦，因为我学生也是这样，学没有学之前跟学之后哎真的是两个世界啦， OK 学完之后发现哦哇整个上班时间突然空出好多时间不知道要干嘛哦，甚至像有同学就是会还是会在网络上面聊天干嘛的哈、哦，那当然也不能让老板知道了，因为他说、哦、老板知道并不会帮你加薪呐、啊，顶多会帮你加工作吧。OK 好、哦，所以当然有一些人是这样啦，就是说他能力提升了，他会思考说，哎，他是不是能够转职？
找更好的机会，然后有更好的薪资水准，哎，对，这也是一个正向嘛。所以你要怎么样脱离那种负向循环？所以我是觉得啦，好像网络上很多酸民啊，看到别人有什么好的，他就一直酸一酸。但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会陷入到这种去酸人家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因为你酸人家，并不会让你变得更好，对不对哈？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为什么一直会酸？像比如说我放影片上去哦，就还是甚至有之前还是会有酸民说，教的这么烂，还敢放上来？我想说，我还要回应你什么吗？对不对哈？我其实以前还会有一点感觉说啊，我会觉得这人来捣乱了吗？哦，后来是完全不会有感觉了，因为直接把他移除就好了。对，因为说真的，你回应他也没什么意义吧？我想说，还有一些怪怪的人嘛，问一些怪怪的问题，每天都会有。OK， 因为他看到上面我有放一些影片嘛，然后就会提问题。我有点想说，而且还有一些其实没有什么礼貌的，连是谁都不知道，就问问题，然后丢了很多他工作上的问题，问我说：“老师，这怎么办？”我想说，我好像应该不认识你吧，我跟你没任何关系，我应该没有义务说应该要回应你什么吧？哦，对，所以，当然哈，这个东西其实在工作上是非常有帮助，甚至你的哥哥姐姐吧，我觉得只要他是在上班的，其实你都可以跟他聊聊天。你如果跟他聊到这些东西哦，他会觉得啊，你很不错哎，哇！而且如果你把这东西做出来，像上学期的爬虫有没有？你做给他看，他可能会吓死吧。我说啊，天哪，这你居然会，对，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下哈？那这个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说哇，这个哦，如果可以教。就是说呢，长辈一些东西其实也不错哈。好啊，但是最后我们还没结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查询的结果抠到查这个地方有没有，把是一的留下来，是零的剔除掉。那怎么办？怎么把一留下来，把零剔除掉？当然有几个方法了哈。你可以用什么呢？用排序的，有没有 ？Z 到 A，A 到 Z。或者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叫筛选，这都可以哦。那你把你要的就可以把它抠过来，再待会再来看哦。所以要请各位试试看哦。那刚刚两个重点哦，第一个，先把那个黑名单选起来，给它一个黑名单名称，按 F， 可以用 F3 啊。第二个的话，用 Conf， 按 F3， 取得刚刚那个范围，然后给条件向下填满，那就得到了。好，待会我们再来看呢，如何把一的留下来。把零的剔除掉，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